休困啦，就安尼搁甲接落来，吼、哦、啊，确定啊，啊，若要厕所的，吼、哦，我现在会使去，啊，我继续讲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各位校官，请起立。起来，请坐。啊，各位学员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。我真欢喜，看来坐甲满满满，咱拢一期一期直直进步。尤其是发现到这啊这多少年呢，来大家来斗拍拼，啊，咱大家家己鼓掌一下，好嘛嘛，啊，真欢喜，真欢喜，啊，伫咱欢喜的家己，首先甲大家恭喜讲，咱一个初步的。的阶段已经结束，但是伫结束以前，啊，咱要甲用 PowerPoint 加一寡啊真相，要甲大家介绍，好清楚。啊，第一个，咱就是要来看这个叫做看这个啊影片，啊，予大家。啊，了解一下，啊，咱啊来看这个影片。这个影片啊是三立啦，来甲咱访问啊，咱秘书长，好、哦、来。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当然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用了这一张，你就可以进去了。声音上好像太小一点哈。接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年不上姓名电话大头边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塔吉克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海内有志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所以还有这个机会。国旗绿色代表。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州，另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。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深蹲国国台湾人，所有的五大机构都做，你看他哪一点做的？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我的方式。我看吼，搁重新放一摆，好无？声音吼，好较大嘞，因为这个啊，大家爱了解啊，重新搁放一摆，予大家看这里。是毋是咱的电脑有故障？啊，无顶一期的效果足好嘞啊！啊，这期啦效果才歹去。啊，无拜托。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什么？
原因就是讲，伊甲咱三立甲咱讲啊啦，讲咱是啊自制的家己制造的身份证啦，咱唔是家己制造，咱这个啊身份证是咱啊送的啊美国制造。宣传单报纸广告，郭台铭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那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炎，所以才有这个机制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？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，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啊，这个要跟咱啊本土台湾人讲。三立甲咱这个报道，咱感谢伊，但是报道不实啦。咱这张身份证是美国啊制造啊合法的啊台湾政府身份证啊，这个所以必伫遮啊强调这点。咱过来看第二部的啊影片，予大家啊。咱来啊，来过来，甲放这里。第二，就在今天，大家要送走2012年了。不过，同样要告别的，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惊险财病的青辅会、体委会。联勤2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，而且唱了联勤军歌，大家依依不舍，说着军徽上骆驼象征的忠勤精神。并不改变。缓缓降旗，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，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，官兵难掩不舍。66年来，大家非常努力，永远牢记，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。萧家石拿了骆驼赠画，联勤的军徽，骆驼象征忠勤卓朴。尽管编制走入历史，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。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，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。白饭、麻婆豆腐、调理包，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。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，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，重点是300人份。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，2012年底告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、青辅会面临整并。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，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。末代主委陈宇贞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，2012年底体委会、青辅会、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走入历史，兑现部会精简支票。特别新闻采访区林尚平台报道。这大家会得了解什么情形？第一就是讲，是不是伊在收编啊？大家去判断，
后备部队啊，咱这个做后勤，就是咧收编的开始啦。你看后勤司令部收编，大家看的这什么任务工完成了啊，结束了啊，这什么啊，这拢在收编啊，过来看这个。2009年3月15号，自由啊电子报，这个是宪兵司令部裁撤啊，现今啊不再有宪兵队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是不是在收编？啊，前几天的报纸讲，咱迄个大胆啊，做什么？迄个金门的一个小岛上讲话的撤军呐。安尼，大家是不是足清楚？安尼，大家了解未？就是准备啊，在收兵啊啦！啊，准备收兵，伊就爱转去啊嘛。你看过来，咱即马是要甲大家讲，这就是真相啦。什么叫做真相？啊！2010年啊，7月啊，7日，迄、那个龙潭啊，啊，这个龙潭啊，这个营区啊，啊，这个，因为这个武器啦，因为美国讲，迄、那个啊，咱都了解美国迄阵来讲啊。啊，一般伊叫做恐怖分子啦。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唔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是唔是国家？唔是啦，世界无承认的嘛。第二，有武器，啊，伊有武器嘛。咱甲过了后讲，中华民国袂使有武器，所以啊 ，logo。拢直直咧把它删除，讲做低视化啦。啊，过来第三不能怎么样，当地征兵，所以84年出生的讲免做兵啊啦。啊，这那是咱甲过了后，咱甲美国讲，伊未使再符合恐怖分子。所以讲，因拢爱安怎照咱的要求。第一，武器袂使有，啊，也不能啊，在当地征兵。啊，所以直直咧收编啊。啊，这哪只有时报讲的啊？国防部的总机啊。遐个总机小姐，我伫新闻看到讲个啥，讲个外包啊啦，30几个总机，国防部个总机小姐，遐个总机讲外包啊啦，安尼是安那咧外包，就是咧收编嘛。这下这拢是真相啦。这种真相，即卖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啊，美国规定讲，若要入买美国的时，要填这个 I-94 这个卡。啊！你要填啥？你甲一定大家讲填台湾人嘛。啊！你若填台湾人，你若无这张啊，你无一定会得入去啊。因为你所提出来啊，秘书长咱咧讲的，拢是啥？中华民国的资料的证件。你若要安全入去啊？美国，你一定
就爱签这张身份证。那有这张身份证，你要入境的时候，入关的时候，怎如何看？伊摕来甲你刷一下资料，你的资料啊，你要入关的海关人员看到足清楚，你的资料就伫伊的电脑的迄、那个啊荧幕上显示。所以讲，你爱去大家那边亲戚朋友，那有要去美国的，赶紧过来办。啊，无你有的时阵啊，会延迟遣返呐、啊。因为咱拢爱办什么签证，电迄、那个网络签证呢？啊，咱流亡政府讲免签证啊，都是骗啊很大，是不是？报纸啦、新闻啦、啊个这个啊电视啦，拢甲咱讲什么呀？免签证啊，有影无影？无影无一只。拢在骗啊，咱这些老百姓敢不敢发声讲？那乌白讲，啊，都大家认为讲，那是免签证。实际上，那是网络签证。实在的原因是出的大，大家唔知怎样无？唔知嘛吼？因为 AIT 啊，收编啊。伊原早啊450几个啦，即马缩编甲剩40个，啊40个免啦去面试，所以伊即马才讲采用啊，即、這个叫做上网路去办手续、办签证，网路办了后不一定予你入去哦。你那无清七张啊，你要提啊 I-94 啊，你就足恶天的呀、啊，因为有一项，予你点的，你就无法度好去交多一栏。所以讲，你那要交啊台湾人，你就爱准备这张好看，啊无你就是假台湾人嘛，你咧甲骗嘛。后来，我爱甲大家讲，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，咱第一就是啥物？遵守国际法，咱啊，包括万国公法、甲国际战争法、甲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咱流亡政府的。大学法律系，甲公共啊，这个行政啊，系啊，拢无要开这个课，无爱予咱本土台湾人读法律的人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咧讲啥物，安尼伊才有法度阁骗落去。所以，咱爱特别啊清楚，现在。拢是啊，依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在进行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的主张。第二个主张啦，咱根本就唔免讲一寡较早头台独大佬讲，哎、欸，咱来准备武器来冲。啊，秘书长讲唔免，咱干那用笔就好。伊若唔听，咱过来甲告。安尼好啊，唔好啊？咱唔免讲革命先烈啦，咱是革命先行者。大家安尼有欢喜啊？无啊？足欢喜啊！大家拢是革命先行者，唔是啊？革命啊，先烈啦。哦，安尼，咱因为无要使用暴力甲武力，吼、哦，
啊，用各种的方法啊，拜托伊啦，早日啊啊结束占这个台湾。啊，依照啊这个国际战争法，伊就讲，你不可能啊，你啊不可能永远占据台湾。哦啊，咱实际上是安尼，你爱登个台。爱登个金门妈祖是恁个嘛？恁登个金门妈祖嘛？啊，确定啊！咱接过来看，美国拢安排好啊啦，要去跟去带啊，福建省平潭岛啦，哦，啊，即确定啊！咱看啊，咱第三点啊，咱对啊，中国个殖民啊啊，这个殖民个政权啊，迄、那个啊流亡政府啊，咱啊不合作噶，不配合啦。好多啊！必须听话，跟人讲，爱去选去也免啊，绝对唔免。咱他较想较清楚咧，登一票，予伊30块，啊，过迄个党诶，过予伊50块，都无咧起效果。咱迄拢是咱。老官的钱交的税金呢？伊为遐甲你开，这就是讲要甲啊，民进党也好，台联党也好，因摕到这些钱，就通运动啊。所以会发现到啥？民进党即卖要做党书主席的，遐济人要选，大家想看卖是毋是足有好处的咧？啊，无奈遐济人要选，以前啊，迄、那个党诶政党票无补50块诶时，大家拢唔敢出来选，讲迄党主席爱负责党诶开销呢，大家惊到死哦，要做党主席有诶都一推唔敢出来。啊，即现在会甲你定一个讲政党票补助50块啊。大家若想要做，啊，都伊有法度。今年啊，两三亿予你开，大家若要做党主席，大家要选立法院，大家要选啊总统，啊，咱迄个啊，讲小英啊，伊若啊选无着，啊，一个8000多万跌到落地下足烧嘞啊！安尼，大家政府予伊个呢？迄、那个小猪呢？加起来几啊亿？安尼，啥物人袂选？准你来讲也好，你有要选也无啊？大家若要来互选，有钱他趁来，无要互选，这拢是国民党设计一套延长。伊的寿命，因为伫国际法内底、甲国际战争法内底，那波罗的海三小国有这个啊案例，因为啊苏联甲办选举去投票人无超过一半，啊世界。到尾无甲承认，因家己办选举，啊，因家己民政府啊办选举，啊投票人90几%世界承认，所以讲，咱无要甲啊流亡政府啦，会推动的事务来合作，啊甲无要配合，就是讲，若要结束因的政权，这那是一种的。手段加方法，所以讲爱去选举也免啊，唔免。甲登一票30块，过50块、80块，很了。啊，大家敢袂知？大家搁登加欢喜个，实在颠倒反。应该啊，拜咱啊要办选举啊，应该安怎？去个人。有登票人，
又遵守啊，做啥？咱公民的权利的判断，去的人有走路敢唔才对？对啊，你的咱的公民家己要判断，爱家己有这个义务。啊，那有当时啊讲，啊那有诶讲，我的户籍设置啊。既然讲设置高雄，啊，我伫台北，我着爱坐车到个高雄，迄拢爱开足侪钱嘞啊！所以讲，这个观念慢慢啊，那是爱改哦。啊，这个咱即摆过来，中华民国个王牌啦，伫南京啦，现在伊建都南京，结束这个。招牌那甲做一个蒙牌伫遮，我伫南京啦。好，啊，这会了解吼，迄、那个咱这都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嘛，所以这都真清楚。啊，这头拄啊，咱有讲过，吼，咱头拄啊有讲过，咱美国做啥物代志拢有计划。美国做什么代志拢有计划，伊安怎有计划伫咧？以前啊，伫咱啊，伊接收了后啦，甲啊美国甲菲律宾讲伊惊啊，蒋介石啊接领台湾啊，惊啊去予中国来。不保啦，他认为啊不保啊，所以啊孙立人的案件的发生，就是这个状况。麦克阿帅叫孙立人到第七舰队上，他讲：“美国台湾要来交来，予你孙立人去管，因为惊讲蒋介石啊去予中国啊。”进来，去到台湾这个防线呐、啊，去啊，这个岛链呐、啊，去到冲破去，所以要叫孙立人。啊，孙立人，伊讲实在话，美国较交代，伊讲去甲蒋介石讲啦。啊，唔知安怎，干怎？软禁大家知影无？孙立人。即关伫啊，台中迄个叫做，迄个叫做一个农场啦，迄个即关伫遐啦。啊，所以讲，迄阵啊，就甲菲律宾讲啊，菲律宾，你爱一块所在来接受到即个难、即个流亡的难民，甲因即个官员呐、啊，要去菲律宾，我甲安排，要去菲律宾。啊，拄啊，好高命，寒战一爆发，所以讲安尼好啦，互伊去管，伊买武器就好。啊，个主要是蒋宋美龄伫美国甲遐个国会啊，真麻子啦，所以怎啊，无执行。啊，这就是啥物？拢美国咧安排嘛，美国已经讲好啊。因为我们的、台湾、公民权利法案，我早起也说过，上第三次才通过，他只这样说，就是说流亡政府、流亡难民跟我们本土台湾人要跳清楚，拼说要公投，美国说不可以，是怎样不可以你啊，美国讲内底两种人，你咪安公投？若要公投，新闻前发发咧，若要公投才来公投。啊，这那是事实啦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一定拜托大家去请新闻前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予大家啊，搁较了解美国的动作，拢有安排，拢有计划。啊，这个消息为带来福州的新闻的报道呢？福州新闻的报道呢？
讲这个所在啦，要好啥？遐流亡来遮的要做啥？难民呐、啊，啊，咱讲叫做农民呐、啊，啊，因爱回归啊，回归中国啦，啊，去这个所在啊，底下共同管理啦，起码底下大兴土木。反正啊，何事要去要要做啊？追加开遐多钱，说不定伫遮咧开发电厂话咧。遮个钱要用来带去，啊，遮个钱要用来带去，大家爱去思考啊。啊，可能伫遮咧大兴土木，所以我迄阵啊有讲。让上完的人带笔电的来，甲上完去甲讲啊，这个叫做啊，中国福建省啊，平潭岛即马咧创啥？去甲了解者足清楚。哦，这是足清楚的。啊，我看这大家足清楚啊，吼，我无爱阁去介绍。这个地图给大家看，这个是啥？但实际上，啊，1683年，这是高山呢。啊，高山诶，不是满清统治呢，应该是部落家己管呢。啊，讲把这个土地我挂出去，啊，挂出去了后，啊，日本啊。来管理的时间发现到啥？发现讲，哎、欸、啊，都无共款啊！所以讲，伊用十年呢，为十年才拢甲征服呢。所以，唔才开始建立到啊，整个台湾啊，拢是啊，实施啊，民主宪法啊啊来管理。吼、哦，这是我大家爱知影这里吼。哦啊，这样可能大家知影。咱迄阵啊，吼，啊，1945年4月7日，啊，宣布啦，啊，正式编入啊大日本帝国的国土。啊，咱有参政权甲参战权。啊，咱有派出吼柯炳啊、甲简郎山哦、啊、甲林献堂等等啊去参加因的国会。哦，啊，这拢历史上可以找得到的。啊，这大家拢知，天很大是啥物？这啦，这个受奖典礼啊，拢挂啊门前的国旗呢。哎，阿姨讲啥物啊？这个受奖了啊，讲啥物？光复节啦，伊甲你讲挂光复节，啊，这拢参美国的国旗呢。这美国的国旗呢？啊，讲光复节啦，啊，是不是骗很大？真正啊，无这个照片，真相，咱啊无了解啊。真正讲咱是啊，伊这是啥？中国战区台湾省受奖典礼呢？这敢会假哩？啊，才甲你写光复台湾。咱迄阵啊。啊，伊是啊，咱的敌人呢？起码唔是讲啊，我们是同胞啦，啊，你们也是中国人啦，安尼唔是骗很大。尤其是这个情形，啊，咱啊，时间上啊，我讲较紧嘞。啊！咱总理伫后边，唔知总理要来甲咱补充一下无？请总理来甲咱补充一下好无？啊，时间吼、哦、要几分钟？伫啊几分钟以前啊，我要要拜托大家啊一个代志吼，因为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啦吼，拢知影。即马就是要甲大家讲的是。这个问题吼，
哦，这里，哦，这里。咱要甲大家报告讲，这个拜三拜四，咱伫啊台南啊市东区啊林森路一段169号阿扁饭店，咱比啊要做演讲。这个所在哦，这个所在，吼啊，看办咱我会徛啊，台湾政府。啊，那伫南部的啊学员同心，这个拜三拜四暗时7点啊，暗时7点甲9点，吼、哦、啊，秘书长拜四会去，啊，希望啊大家小少来遐啊听秘书长。来甲咱啊报告最新的消息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大家都把握吼、哦、啊，我甲大家报告啊，那甲世界嘅本土台湾人讲，那等下台南都来阿扁饭店来参观一下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伫遐是啊台湾民政府。啊，台南州的总部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希望大家来参加啊，因为时间上我真短，我报告较只啊，咱总理看来敢啊支持两句啊，吼啊，时间上啊，我谢谢啊，没事，时间真逼啊，我简单讲两句啊，大家伫这三天两暝内底。有心得啊无？有收获啊无？有啊那有吼，等于唔通袂记咧，爱读册哦，用个心爱读册，爱较到位咧，甲你所听到的、所见所闻吼、哦，去甲你的厝边头尾，去甲你的亲戚朋友宣达咱法律论述的福音，互咱所有本土台湾人，拢当充分了解咱确确实实咱的台湾国际地位，一正常的国际地位是安怎？然后大家早日觉醒，大家一起来完成咱台湾嘿要行这条路，咱要甲中华民国赶咧走哦。至于听袂入耳的，用我的支持中华民国恶气，要去对死做入去，安尼哦，安尼好不？啊，因为时间到了，咱就来叫来，迄、那个起立来，二长来，二长讲遮济，这个真好诶，和大家做参考来，大家甲二长敬礼一下来。来